这一项。是，这是鸭胸肉，一只高烧就会使有人去吃。是相公你带我们吃肉吧。亲像这款来路不明、大包装、切块的鸭胸肉，内底原料一个咸荤，你敢不了解？那是人去吃的拍马刀，你是要负责哦？我唔知影，是二厨叫我用，互人去吃的。咱套客餐厅的秘制鸭胸一分八百，是真侪老饕真正爱食的主打菜。结果你选用这种让你充数的物件来欺骗消费者。我才休了几天，套客餐厅原本所有食材拢给我划掉啊！是总台指示的啦，伊讲哦，套客餐厅伊即摆已经有天啊多啦，就算讲即摆指示袂水，嘛做全买来买啦，为着要争取较大利润啦，伊就决定要把食材拢划掉啦。所以你的大爷，你是厨师哎，除了厨艺以外。对食材的坚持嘛是足重要，啊！你着让坐街头家咱想要赚一个生意，啊！你糟蹋你的厨房哦。老师，外口有乜坐？我跟你讲，你马上把我这食材拢给处理掉。二厨，这食材要安怎？卖关伊啦，把这食材哦提包一仓。好。这个人客指名要找你，你好，我自我介绍，我是饕客餐厅的主厨张正凯。我想这位应该是美食评论家罗小姐哈，啊，我会记之前伫年菜发表会上闹起过面，歹势啊，我唔知你今仔日来，所以才无出来甲招呼。严老主厨。你今天的这道菜，就是要我们人客吃的吗？那也得请罗小姐给我们指导一下。在记者会上，我吃过你的年菜，那样子你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的。所以我今天专工找我一个朋友来这开一下讲解一下，吃看看你这个用心主厨、用料理来感动人心的能力。结果利用这种廉价的肉品，次等的火腿肉，冷冻的蔬菜，劣质油品用出来寿司，实在让我们大开眼界啦！您这一流的介绍，不入流的品质，这种棘手的餐点，甚至舒服雅齐雅的小吃，您竟然给人客尊笑的，对我的信任把我们糟蹋啦！我想，你对你自己也是真无聊。罗小姐，歹势啊！啊，因为我最近身体出一寡状况，所以去病院做治疗。才这阵啊，无参与到餐厅的监督，我想应该是公司的食材伫调度方面出一寡问题，所以才让你今仔食了这么欢喜，留下无好的印象。而且我想着甲你回事嘞，我公司一定会好啊做内部的检讨。啊，今仔这顿嘛袂该收钱。你用你的破病来做借口，合理你的餐厅用粗俗食材来欺骗消费者，我欢欢喜喜抱着期待行入来，爽完来死亡个气咯！你一句歹势，你是病人，你干唔到不周，我都要宽容、同情、原谅你的无负责任吗？